好，我是小南。上次呢，我给大家介绍过适合学生党的性价比的有线耳机。今天呢，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颜值爆表的有线耳机，就是这一款雷神的 Crokin 北海 G1 水银版游戏耳麦。那这一款耳麦呢，我有见过很多的职业选手呢，还有游戏主播有用过它。北海 G1 呢，除了这个水银版，它还有萌猫版。萌猫版就是有两个特别可爱的猫耳朵，特别特别软萌，适合萌妹子用。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水银版。它首先包装呢就跟一贯的电竞耳机呢不同，打开给大家欣赏一下它的盛世美颜。那这个水银版呢怎么说呢，就是有一种仙气十足的感觉，第一眼看上去就觉得它特别适合男神或者女神戴，所以它今天就出现在了这里。那这个耳罩呢，你看上去会感觉到很厚实，但其实它的重量并不重，它耳罩是采用超级柔软的镜棉，加上表层亲肤感的凝胶耳罩，戴上去舒适感真的是没话讲，你戴框架眼镜打游戏也是一样的没有压力。耳罩旁边的降噪麦克风呢，它是可以伸缩式的设计，拉出来之后可以360度的随便调整。它整个机身的框架呢是铝制的，铝制的框架会更加的轻盈耐用，包括框架贴合头部的部分呢，同样也是记忆棉衬垫的。它框架这里呢还有一个很细心的设计，它带有1到5个度的刻度，可以很方便的精确调节。我的大头呢调整到3就刚好了。这个耳机呢是采用线控的设计，不用又要适应半天的盲控。这款耳机呢不仅颜值上是实力派，它的虚拟环绕立体声呢更是让人身临其境。50毫米的定制驱动单元呢具有更宽广的频率范围，声音清晰度和下潜深度表现非常出色。打游戏的时候你可以先人一步的捕捉到细微的脚步声，你感受到的枪炮声呢震撼到仿佛自己就在游戏中，就像网上说的一样，能听到心跳的声音。那雷蛇的产品设计出发点呢，就是为玩家提供压倒性的优势，像我这种菜鸡玩家呢，打游戏胜率都提高了不少。那这一款雷蛇北海 G1 水银版的游戏耳麦价格是479元，对于我这种颜控来说实在是难以抵挡。那我今天开箱就到这里了，我要跟我的小伙伴们去开黑了啊！我是英台数玩派数玩工厂的小南，如果你也喜欢新鲜的数码科技资讯，那记得关注我哦。